但是前面摇滚去了半天。好，没关系，你们没有很高大，不会遮到后面的人。你知道妈妈比较轻松。我刚看妈妈，你怎么可以踩在妈妈身上呢？没有了，没有。好，你们可以在前面，但不可以跑上来哦，好不好？跑上来很危险，因为姐姐有时候棒子会乱飞，怕打到你们哦。好，再来今天最后一首歌叫做《你是》，是黄美珍的歌曲，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
谢谢大家，我是卢小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演出，也祝大家暑假快乐，还有一个月好好把握哦。那如果喜欢今天的演出的话，前面有个打赏箱，可以给我一些支持还有鼓励，也欢迎大家持续上 Facebook 和 IG 搜寻我的专页，上面会有最新的表演资讯哦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有美好的一晚，赶快去吃饭吧，拜拜，谢谢。